刚才吹的这一首曲子呢，是我们小时候的儿歌《红领巾之歌》。它是由陈良作曲的，口琴独奏曲是由李富东先生编配的。李先生在这首曲子里采用了三度提琴奏法，高音伴奏，还有几个小节呢，采用了复音口琴传统吹奏技巧里面的分解和音奏法。希望你能喜欢，谢谢收看。